Mm-hmm. Okay. 一十七页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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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三百一十七页中间各举一例。昨天我们讲银河二剑，一则众生别业望见，也就是纯属于个人的问题，含带有惑所现的。 一报还有正报，加上业感，那么二者同分望见，众生同分望见，也就是共同所显现的这个外在的环境，日月星辰啊，山河大地等等。 有共同的一分，以下各举一例。今天这个课程呢、啊，有一点难，初席佛法的人会非常难，你要全神贯注，才有办法理解跟领会。云何名为别业望见？ 阿难，如世间人，目有赤身。夜见灯光，别有原影，五色重叠。对位把笔放下来、嗯，先告诉大家他在讲什么。今天这个讲的。 比如说，我们一个眼睛好的人，正常的人的眼睛，前面点一盏灯。印度当时候点的都是油灯，啊，那我那我们台湾拿着点的话，也有油灯，也有蜡烛，就以油灯来讲吧，哈。前面点点了一盏油灯。 啊，这个油灯，哎，眼睛当正常人的眼睛看的时候，这个油灯上面的灯的火焰呢，它就是很正常、很明显的，啊，很明显的这个啊灯的这个火焰，这是第一个，啊，就是正常人眼睛看这一盏灯的时候，这一盏灯没有任何的。 影子就是火焰而已，啊，这是第一第一个。那现在呢，要比喻做别业望见呢，就是赤身就是眼睛有红肿的毛病，眼睛又红又肿，来一患眼睛又红又肿的眼病来看这一盏灯是什么？哈，好，我们呢现在讲的。 眼睛又红又肿的赤身就是眼病啊！来看这一盏灯啊，这一盏灯，来看这一盏灯，你看到什么？哎、呃，看到这个火焰呐、啊，火焰就是这样，正常人看就是火焰，还、啊、不是？他看到五重的眼影，就是一层多出来的眼影，两层、三层，哎，就是除了这个灯以外，有那个影子，有那个影子。 光影啊，多出来的。他这个比喻什么？山河大地、日夜星辰、佛菩萨的正知正见、正觉真正的智慧来看的时候，没有我人众生受者，山河大地、花树全部都是空，会归到一真法界，绝对平等的心性。 也就是诸佛菩萨来看这个世间，是没有任何东西，因为相透视它是缘起性，就是空性。所以诸佛证悟到无声的时候，这个世间完全就是绝对的心灵。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用正常的眼睛，在正常眼睛就是诸佛菩萨的智慧。诸佛菩萨的智慧看到凡所有相都是无声，因为它是缘起。 缘起就是空，所以用真智照的无声的理，没有一法不空，所以没有能能缘的意识心，没有所缘的六层境界，也没有六根身，也没有所缘的外在的境界，所以佛陀啊进入一真法界，用真字见到无声的真理的时候，世间完全没有事。 没有非，没有对，没有错，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没有能，没有所，没有根生，没有器界，没有种子，没有花，没有树，没有啊，没有山，没有日夜星辰。啊！但是当你见性的时候，就是一颗李微成，就是这一朵花，正是这一朵花，就是见性时候，正是这一棵树，正是这一座山，正是日夜星辰，就在这个时候。 不离当初即得菩提，所以若人失得心呢，大地无寸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现在这个是活菩萨的比喻。现在，现在再来用凡夫的比喻啊，我们眼睛有毛病了啊，又红又肿的眼病了，看了这个灯，除了这个正常的火焰以外，外面呢有好五重，为什么叫五色重叠？就表示五阴身。 五阴身所产生的错觉、妄觉，五阴身所产生的妄觉，这比喻什么？眼睛有毛病是比喻什么？就是比喻所有的众生真心被遮住了。现在用的是忘觉忘心看这个事情，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性。 因为没有正觉，因为都是妄觉，啊，所以看这个根生器界，好像是真的有那么一回事情，是产生了种种的妄觉，这个五色重叠，就是五印生五根尘。我们一直认为五印生是实在存在的啊，或者是啊。 外在的啊，五亿六层是实在的，山河大地是实在的，日夜星辰是实在的，啊，所有的相都认为它是实体，都是实体。所以，第一个你先知道这个，因为我慢慢慢慢来解释啊。以下啊，我先解释一遍啊。说银河名为别业望见呢。 啊，什么叫做别业望见说阿难？就像世间人那个眼睛啊，有赤神、念神，这眼睛啊生意，致使视觉模糊不清的一种病，就是又红又肿的眼病呢、啊。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卡一层的厚厚的无名。这是比喻的、啊。夜见灯光啊，啊，夜见灯光啊。 别有缘影，五色重叠。首句征问阿难底下，陈其意所见，如自举例之词。世间人是指凡夫外道、全圣菩萨、小圣人。莫有赤神，就是眼生红意眼睛啊又红又肿的一种眼病。 就像我们的无名的见病，就是我们见东西，它就产生心灵的毛病，而且有粗的，有细的。嗯、例如无名见病，业是指迷味的众生，凡夫外道、全圣、小圣人，灯是指藏性，灯是指藏性。 啊，正常人看这个藏性的时候，如如不动，了无一物。哎，复看问题就很多。五色云影，就像例如众生的五蕴幻躯，为什么讲幻？因为它是因缘生的东西，它是败坏之相，我们一定会化作一堆骨灰。 所有的争执会随着时间的消失。聪明的人现在就稳住自己。世界五尘的幻境，因为众生有能见之妄见，故有所见之身心世界。为什么有能见之妄见？这个妄见是加强烈的执着跟分别，这个含义就是这样。认同他。 是实在的，所以妄他就一直起来，而且这个起来，它不是真结不是正见，是妄见。故有所见到的身心世界，不知道身是空，心是空，世界也是空，不知道这个道理，见妄若处。啊，身界破得。如果我们拜妄之见，如果能够除掉。 就是歇即是菩提了，身界不得，身心跟气界都不可得，赤身不起，缘影何来？也是意思就是无名破除了山河大地一切日夜星辰本不可得啊，哪有所谓的五印缘影何来？哪有所谓的五印身五根尘？没有的，五尘境通通没有。好言，好的眼睛就像真字。 这个灯，例如真理，这个真理啊，还要加两个字，叫做无声的真理，啊，什么叫做真理？佛菩萨的真理是什么？就一切法无声。啊，我们就认为一切法是生，所以就是争执不休，贪爱嗔恨愚痴什么通通来，就不知道一切法无声。所以灯是比喻做无声的真理，以真智见到的无声的真理，既然无声。 就无灭，唯是一真法界，这一真法界上面加两个字，叫做平等。唯是平等一真法界，那么这样就更清楚了。把不平等的世界回归到平等的一真法界，这个就是真修行人。所以修行人心越清，越平等，越无所住，就是真正进入佛的。 本怀，啊、哦，把大事化成小事，小事化成无事，这个是真修行人。如果把无事搞成小事，小事搞成成大事，那么这个为佛的心意教诫。所以修行人应当懂得平息自我，本无所有。此处的神影跟下面的灾相都不是比喻。 此起别业中指别业，啊，这个是指别业中之别业，因为别业中还有共业。翻过。